谢谢大慈大悲的卢俊宏台长。想问什么？我想问问他的属情况，而且他身上有没有业障灵性，还有他的事业怎么样？这匹马前面两个前提是往后面转得很厉害的。 明白吗？也就是说，你们对他的压力比较大。对对对，我拿着话筒讲的。对对对对，说的对，我们对他压力大。你们对他的压力大，但是这个这匹马呢跑不快，明白吗？跑不快，这个孩子呢受的压力大，然后呢这匹马呢这个腿呀有点蜷过来了，所以呢我希望你们呢给他多念一点心经。 然后呢，不要让他挤得太紧。你说的非常对。然后呢，这个孩子是个好孩子，蛮老实的。但是，说的特对，每个人跟他说，他很老实，但是就是推不动他。推不动他，这个孩子老实归老实，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玩电脑。对，每天晚上2点3点还在玩电脑。对呀。 教育，所以你要想叫他听话很容易，你必须自己要念经，要学佛。你给每天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儿子某某某能够专心读书，不要迷恋电脑。你都可以跟菩萨讲的呀，然后给他念21遍大心经，然后再给他念点准提神咒就好了。 你对，你不改有什么用呢？我看出来是很准的，问题我要你改变，你改变不了有什么办法？你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好了。还有少让他吃鱼。还吃鱼还苦恼呢，苦到后来跟黄鱼脑子一样空的。听得懂吗？是啊，他的事业情况。以后没问题的。跟你一样很精的。 你看，还奸笑出来了，说很精的奸笑出来了。好啦，还在给我看看，2001年属蛇的我女儿。2001年属蛇的，想看什么？看看她的读书情况。我告诉你，100个放心，你这个女儿读书一定好的。 明白了吗？卢台长，我说的非常对，我女儿她考这个欧西考得很好，成绩。你们呐，在台长身边，在悉尼啊，你们不知道有这么个卢台长。不过呢，这也怪我，因为我一直在悉尼很低调。 所以呢，我希望你们自己以后从此知道了，要好好的跟着台长学佛。你看看人家从全世界这么远的地方都来跟着台长学，所以希望你好好学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从此以后你会越来越精的。台长，给我看看，我1959年属猪的。好了，不能看了。我相信你，你说的非常对。你看了两个了。看看。你以后2462电话92011301。谢谢卢台长。好了。